滑一下，天，再滑，歪了，等一下，好好真的，来，快撞石头啊！快撞了吗 ？OK， 好。对啊。不会了，我们撞不到。这是在划船吗？我没有看到。要啦！不要再泼了吧！当然不爽啦！所以这张很有效哦，待会我们也来不爽就来讲，不要再泼了。我都要录影的，我也在录影啊，就录影就好啦，照相没有 feel。 小心，哦，你真快哦。
石头。其实有激流就应该都是有石头的地方。我直接站起来当风景。刚刚那一段那个石头在抢，在那边蹦蹦蹦。献给我，献给我，我来装。
就你的卡哇、哦、那个岩壁好漂亮黄黄的打个卡吧，拍张照打个卡。
人。好，录完了。可以录。给你做起来了吗？这边可能会有，让我们可能会有点危险。我觉得这里应该会翻过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水都已经太多了。这里翻好比较好。瓢子嘞，要不要舀点水出去？我们舀了，它前面还有。哦，这边这边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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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人。后面卡住了，后面卡住了。比较远的地方有断叉，那就比较好。走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好，这一段看起来不错玩，这段看起来不错。对呀，有就看不到水。哎，有那个船全部翻掉了。坐，真的真的，前面有船全部翻掉了，大家小心哦，坐好哦。坐下来好了。哇，准备好，准备喽。后面的坐好。哇，这个机车有机油。哇！
真的满的，真的满的，落差不够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在岸上？应该小朋友吧？你看，他们掉下来。啊，这边都是小朋友啊。下去啊，两个啊，飘着飘着，翻船自己，然后船翻掉了。Hello， 怎么掉了？哦，整艘船翻了，整艘船翻了呢。手机掉了，手机掉了，谁的手机？在那里有吗？漂流的啊，有一个飘的那个，什么？是鞋子啊，鞋子啊。没关系啊，慢慢都可以找，都会找得到。帮他们把桨捡起来，可以捡到，他把桨捡起来。哇，整艘船都翻了。对啊，整艘船都翻掉了。他刚刚可能直接冲到那个石头上面去。翻船，先救相机。对，好。
你还翻救我？大家没有要救你，你慢慢来，你慢慢来。大家没有要救你，你慢慢来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就拖回去。你教你猜，你拉他。里面没有激流了，不要不要，不要去看。所以让他继续这样吗？你看，一、左一、一、二，好了，够了，快到，快到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你们让那个大人来抓啦。我拉不起来你的。哦。哦。啊，录了录了。现在那么想玩水。口渴，口渴。哎，我相机呢？在这。哎，我只是钩子而已，很容易掉哎。等一下。重点是我相机也在录影，知道吗？出海口了是不是？奇怪，为什么就那么容易掉下水里呢？我命中必不缺水啊！看来现在是有缺，没办法。